的，看他怎么走。在这儿吗？牙齿这有个错位，就是每次你把手放这儿，你摸，放这儿，你摸，对，咋回事？对吧？就我一张嘴就咯咯的一响，对吧？一直都这样，今天比较严重，我这个敷一敷。智齿了吧？应该不是智齿，我看哈，那个叫下颌骨脱位，下颌骨脱位。去年我也是下颌骨脱位，当时我都疯了，当时我都。对，突然下颌骨脱位了，我现在好了，但是我昨天的时候就是一张嘴，就咔嘣咔嘣响，这边，然后就很疼，所以我就用热水袋在敷，但是今天好了，嗯。歌其实描绘的就是我现在心里最直接的想法，那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会有共鸣，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，都会被琐事会困扰，那也许是每次鼓起勇气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跌倒了，但我们要爬起来继续往前走，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这样。